喂，你好，是你把手机丢在这儿了吗？你把电话给我，我要挂断或者立刻耳朵，电池就会炸开。现在上楼取你办公室。喂，能听到吗？跑到哪儿去了？我到办公室了，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好，你有个保险柜，听说你们东西不少。不少，挑一下吧。挑？拿上所有东西去楼下，你只有十分钟的时间，过了十分钟呢？十分钟吗？用不了十分钟的，我现在就到了。拿上这个，去我办公室。啊，这手机不是放心，绝对没问题。哎，那你干嘛去？清理门户。手还想空手套白狼，手机跟气球都是你骗人的吧？哎，人还真不一点诚意都没有。刚我检查了一下，这手机啊确实有炸弹。笑死我了！这梗也太烂了吧！